儿子15岁，对读圣经没有积极主动，越来越不愿意。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呢？请贾明老好，师。我先来。对，这个其实读圣经要真正的了解，然后让圣经变成一个生活哈，是相当不容易的。啊，我自己在教这个儿童主日学啊，这种都是觉得说相当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说读圣经也是要有方法。OK，其实先从这个，我觉得先从这个漫画圣经、图画圣经读是很有趣的哈。因为这个圣经里头有图画，那我不知道他读过这个没有，你可以让他先读。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建议他先读什么样有趣的，像约瑟的故事，读完了你跟他讨论，然后为什么对他人生有影响啊？读这个耶稣的故事，那耶稣的做了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要有趣，一定要花功夫去讨论，一起去研究，所以不需要说一下子读很多，OK？我以前试过跟我孩子说，我们每天晚上一起读圣经，你读一段，我读一段，一点用都没有啊！感觉上你在读圣经，其实它都没有用，因为他也不太了解，我不太了解。我们只是养成了一个习惯说，说啊，对神敬畏的心要读神的话语。可是我觉得说，可以买很多书，然后去慢慢的找一些章节，找一些故事，然后仔细的分析。因为如果知道圣经对他生命是有影响，对他生活是有影响，那他读起来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所以有的人是这个有各种的不同的人才天才了哈，一个是生而知之，一个是学而知之，一个是困而知之哈。那生而知之可能一读就懂，那学而知之你要教他去分享才懂，困而知之的是你教了他不懂，他要自己学了以后。他自己生活碰到困难，再回来读才懂。OK，所以有三种不同的人，所以要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去教。那我觉得说不要急，找一两段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研读是很有趣的。第一个当然，我们做父母亲的，就好像这个《生命记》第6章那所讲的，从小就教导，所以这个是父母亲应该教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这是也等于是我的Elaine 老师也常常提到，我们养成那个习惯我们的这个祷告。我们甚至是小，很多的母亲，他们说，这个baby 他哭，他要喝牛奶，他就把手放在一起，然后养成这个习惯，先祷告，然后再喝，然后再吃，这些都是习惯，上教会也是一个习惯，所以信仰习惯的养成是这个是父母亲要做，而且是要立定下来，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他会自己从这一些习惯里面，他自己要能够成为他自己的信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刚刚这一个，蒋老师也提到，这些故事，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故事，你一旦教导给孩子，如果父母亲尽到这个责任，孩子们他们都已经知道在里面，这个也是在这个教育心理学里面的这些故事，远比这一个所谓的教条这些更重要。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孩子虽然后来不去教会，可是或者是不祷告怎样，可是他记得那个主耶稣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他知道神是爱，神是无条件接纳，他也知道，所以这些故事呢，其实是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我们的 core value，这个远比这个，这个你强迫孩子，我不是说强迫孩子背经文，罗马书怎么样，这些故事他们知道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接着下来，那就是我们一定是就是孩子他的确有些孩子他会，开始就对这些会失去兴趣。我知道我的这些教导写的书里面，有一个是讲到的一个事实啊，这个虽然我们很不喜欢讲，可是
在同一个家庭里面长大，就好像主耶稣那个撒种的比喻，有一些是有些孩子就是那是硬土，有一些孩子也会受到引诱，事实他的其他的东西他就长不出好的结果果实来，然后这些是事实，这些是属灵。虽然我们不，我也很诚实， 我告诉你，我四个孩子这四种心，四种心田都有可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仍然有同样的一个责任跟这个意，这个就是那使命呢，就是我们不断的为孩子祷告他不读经，可是我们还有 很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跟他来谈论应用提醒，然后也是来鼓励他们，然后也是这个保持你的关系，你骂他说你为什么不读圣经魔鬼会的还是怎么样，但这些都不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应用如果来提醒，当教的教过了，接着下来都是提醒跟鼓励，不断的祷告保持关系，这是三个。而且呢，我也提到说按照孩子的年龄，要按照年龄来去设计怎么用各样的乐趣的方式来经营这个读经的习惯，就是我们怎么在家里面读圣经的这个重要的属灵习惯当中，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怎么去做，又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三个R，要好的关系，有好的榜样，有好的责任，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然后再读圣经，学会怎么背，然后用成为一个游戏，跟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背经的团队啊， Bible Quizzing 啊，还是主学的背经，我们以前教会每年呢，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个月呢，这个主题的圣经我们都一起来学，用各样的方式，不只是你们自己家里，可以跟其他家人团契教会主学一起这样去，有所谓的一个背经运动，这样呢让他们不只是头脑知道学到 head knowledge，而且能够心里面有感动，当有难题的时候就想到，哦，这个圣经怎么说的啊？怎么不要去投诉啊，不要去埋怨别人啊，怎么去有感动有心动，然后呢有行动来实践出来做到，这样呢他们就把它变成是自己的拥有的一个，不只是读经做一个习惯而已，真的是神的话语成为力量，得到这样的一个健康习惯。我想就一点一滴慢慢一小步一小步，从读的最基本的，然后去怎么用这样一个原则去应用鼓励活出来，让孩子看到读经对我有什么的利益，有什么的祝福。好的，谢谢，请丽娜老师。好， 我也回应一下哈，刚才牧师还有长老还有老师都讲了很多的层面，我想都是从读经的层面，那我呢是从这个十五岁的这个角度哈，因为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孩子的成长背景，他是不是在教会里长大，因为通常来说如果是一个教会长大的孩子，到十五岁的时候呢，圣经故事他可能也听过，圣经也读了很多遍了，他对圣经可能已经了如，就是觉得从知识上或者从这个了解上他已经知道很多了，但可能呢就是十五岁的孩子通常来说青少年期呢，他们有一个倾向，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的话，我就不愿意去读了。所以呢怎么就是说，我在想哈，我们的回答都是想帮助你找到一个点，他看看是什么让这个孩子不愿意去读。那通常来说这些青少年他觉得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读了也我都知道了，我不需要了哈，有可能是从这种心态。所以就是从这个圣经怎么样跟生活，还是就是说因为十四五岁这个年龄段呢，就是一种建立圣经价值观的故事，就是说他们要从小对这个圣经的细节到这个年龄展开，把圣经展开一个世界观的角度，从这个圣经的开始，神的创立一直到这个结束，就是说他们要对这个圣经一个整全的认识是一个必要的年龄段了。那然后呢他知道如果我们这个所有的生活，所有的创造物，所有的这个一生的生活跟圣经是有这样的连接，是息息相关，无论这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多么新鲜的事情，其实都没有跳出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就是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想可能也许我们可以把圣经的这个小的时候这学的这些故事哈，现在到了这个年龄，让他知道其实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在圣经以外，神早就在圣经里面讲过了，所有都在圣经里面。那么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圣经的智慧哈，这些故事当中的这些智慧用在生活当中，其实这有时候挺考验我们父母对圣经的这个熟悉度啊，你对这个圣经的理解，你是跟孩子交流。所以我觉得也许到这个年龄段，圣经的世界观那么这个圣经里面所表达的这个人怎么样用这个圣经去处理这个时代的这些的问题，我们做家长应该知道的是看太多什么东西，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是当然很重要的，也是这一个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说，跟这个朋友的重要，少年人你要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一起来追求，这不但圣洁哈，这神的话。很可惜的是，当然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一般的这个我们的这种 fellowship 的实体的 fellowship 这个失去了，可是很重要的就那就是有那样子属灵一起的追求的朋友，然后也有这样子一起，包括是很当孩子开始在对属灵的事情失去胃口的时候。不但是家长要注意，而且是我们怎么样给他们一些机会。那这些是在短圈或者是关心的这种社区里面这些可以再一次让他多思考的。好，我